这两天忙完了，得赶紧给他们挪窝了。这边已经脏得不像样了，就这个胆子最小，然后长得最像大妞，这打喷嚏吗？这是。你看你鼻子上什么？啊？到时候就在这个地方给它围起来，然后底下再弄点什么东西。给他垫的，长得是真快，感觉这一天得长个半斤，这才多少天？那2天出头吧，差不多。要咬啥呢？啊？哎，就里边这个，就这个最凶。嗯，说你凶，你还哼我？你再哼，再哼。哎呀，有本事！你等会儿过来，忙完我再收拾你。剩一天嘚瑟。跟个小猪崽子似的。嗯，不错，换着换着咬。那个咬完，这个过来咬一下嘴，长得好丑你为什么长这么丑？今天早上看的时候，然后就在这个后边趴了4只，然后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昨天晚上狼来了给叼走了。这两天那个公司发通知，说这边好几个狼，然后给我吓坏了，然后在这找半天，然后发现2个在这个褥子下边压着，自己钻下边在里边藏着。这个真调皮，吓死了！这两天，天天晚上一直在外边叫，然后。白天跑一会儿，又回来在这睡觉。啊，我给买有那个玉米面，我寻思弄点那个玉米面糊给他们喂喂。去镇上买那个羊奶粉也买不着，连人喝的羊奶粉都没有。然后我说，不行，那买点那个什么，买几个项圈。项圈也没有，
等这几天忙完了，休息2天，去县里边看看。到时候，嘿，你干嘛呢？啊？怎么这么调皮一天？走你啊！你再游。看你都腰疼了，吓我一跳。下午给腰疼了。